个恶魔。你这么说话，你只会有那种人会生气咯。好了吗？改火了，人家选他落在，你们才在那边复个屁。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，快快快快快快快。差点烂透了。他在玩。哦，哎呦，好累哦。对不起，好失年的感觉哦。要不要按吧？这里好失年，好哦。快点，我已经不对，离开会场很乱猜的时候，就代表他是个坏人了。走喽！哦，走喽 ！Go go go！ 为什么我这有一只史莱姆啊？直接 TP 好快啊 ！TP 喽！好耶耶！第一题 ，First one。PlayStation Vita， 是 Vita， 不知道猜错了，完蛋，这些都猜错了，全员猜错，这个哪是 Vita？ 完了，完了，这 PSP 啊，完了 ，PSP 吧，我就知道一定会变成 PSP。那这是 Vita， 它有两个蘑菇头，哪有正确答案？果然变成 PSP， 可是我有带蘑菇头，变 PSP， 后面好快，这也是 PSP， 到时候是 PSP， 我觉得后面这边全部都是 PSP 啦，我也猜 PSP， 是最后一个，我觉得我萤幕好像多太长了。这都是 PSP， 全都是 PSP。最后一题是什么 ？PSP， 所以是题目出错了。PSP 是这样吗？出其他人错了，全员 PSP 错了，很明显，两个蘑菇头啊。出其他的会不会做啊？会不会出啊？可是我觉得第一个从某种角度看，如果他连下一幕一起盖，就变 3DS 了。难道我要出那个吗？第二题，好快哦，好快就结束了，看不到，等等，什么？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彩蛋那边装，是他出的。魔灵物是什么？什么啦？好可爱哦！好会盖哦！这个就啪啪啊！我只能盖这样啊！魔灵物，好可爱哦！有人知道魔灵物是什么吗？千万不要去。有观众不知道魔灵物是什么，自己去 Google 啦。这真的是自行 Google， 我们没办法讲太多。Morning Wood， 什么举旗啊，乱讲。举旗，闹，变那个多多多多在干嘛？多多多多，我看到了。今天你这样不行啊！多多是小色狼，本意是 Morning Wood 的，难怪。天啊，熊哥，你只有猜那个。我那时候就在思考，我要猜正面的还是脏脏的？举旗弱了，变成只猜 flag。Death flag 是什么？死亡 flag。死亡 flag 啊！死亡 flag。我想说，我会出这种东西，应该是这个吧？因为单猜旗也太怪了。地震啊！有人说地震诶！地震！地震！地震！无感！无感！没有啊，我没有感啊。艾迪，有地震吗？无感，因为笑得太用力。Seven Dragon Ball， 七龙七龙珠，这题是七龙珠。天哪，盖得超烂！我觉得我可是我刚刚猜题完全没有猜到相关的呢。不会吧？七龙珠看不出来。七龙珠，猜一个人猜什么 ？Dragon Ball 啊，没错。Dragon Ball 啊，下一题嘞。那怎么办？这是今天盖的。这是谁盖的？快点！球啊！我来看这种谁盖的？史莱姆果然是这个来的。这是今天盖的。今天这看起来比较像蛋黄哥啊。今天你在盖啦，好多。今天超雷。负担好吗？难怪我一过来就啪叽啪叽啪叽。这什么？厉害！这谁开史莱姆球？开沙，开沙，丢药水，丢药水。哇！丢药水。史莱姆，可怜的史莱姆。看你们在毁坏我的作品哎、欸！熊哥的作品，你们那天砸谁让他们死不掉了吗？再害我的电脑 CPU 冲高哎、欸！我们赶快扔那个回复药水，太爽了！要立即的，立即回复药水。我想说，一只会消失，放多只一点。立即治疗药水，快快快！我们来拯救拯救囧哥的作品，拯救囧哥的作品。你盖这个我就知道了，干嘛要放入这个 PIP？ 快快快，帮忙补血，快帮忙补血！盖成那个一星球。天哪！天！不！给你五百秒！对，补血！一天你的龙补血够用拿吗？盖住中。哎，不行，补不了，补不了。哎，艾迪。YOLO 是什么？哇，那我要出的。你知道他的意思叫什么吗？活在当下，及时。对啊 ，YOLO。YOLO。没有，今天他怎么盖这种东西？傻小了。YOLO。完全看不懂。你们不知道 YOLO 是什么？
也会知道。我盖地下机师行乐，你要我怎么盖？三百秒。及时行乐的意思啊。三秒，你给我盖，你给我盖。及时行乐，OK。我跟你讲，你盖的是活在当下，完全不知道。活在活在当下，然后我就啊，及时行乐，我拿音符出来、啊。火烧，然后火烧泥土，然后嘞，音乐时钟。活在当下，及时啊。完全不懂。这个歪的有点多、啊。没办法，而且这个是我猜的。他猜地狱时钟。地狱时钟音乐。Music Bomb。地狱时钟是这个吗？而且你的音符反了。怪怪的，完全歪了。因为我在那边想半天，到底音符反了啦。好、哦，嘉、哦、琪发生什么事啊？这衣服被扭到脖子了。不是这题发生什么事啊？你看你们的观众，这到底怎么了、啊？活在当下，及时行乐啊！哎、欸，里面的 TNT 被我玩完了，这是什么东西 ？TNT 没了，音乐炸弹，音乐啊！等一下啊、哦，好难听、啊，补一下，补一下，我还没调完呢、哦，时间不够、哎。天哪，太复杂了！你这个最后这个猜的是什么？得，它原本有一个炸弹。就音乐炸弹，那什么 Acer Exploding 爆炸吗？啊！这题好可惜啊！这题还有 TNT， 请勿增加伺服器负担。超级负担？有啊，我有讲话。超吵的。刚刚就是猜那个史莱姆那题的时候，又一直啪叽啪叽加蹦蹦蹦。啪叽啪叽，讲到是在啪叽这个吗？那个，我知道不是那个，但是。很难，对不对？那个，所以那是什么？可是我盖出来了，是要看影片才会懂，是吧？又不是我出的，你在骂什么？谁出的？巧克力，给囧哥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囧哥乱出，是伊索比亚国王的意思。伊索比亚国王，我猜的非常好，我把它换成另外一种方式 ，discrimination。为什么要换另外一种方式？不就直接猜就好了吗？因为我看不懂啊，我真的猜这个，这我真的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哦。他们都不念，都不念出来，啊、就是，你根本就看不懂题目，你在乱猜。那个英文单字歧视啊，我脖子好长哦，有错、啊？哈哈，那我觉得我下一个画的还不错哎、欸，题目根本就没有歧视啊。那个题目又不是我那个，那他猜的是歧视，我就盖歧视啊。所以我说啊，你乱猜啊。然后我在这里看到影片啊，我一开始在想这到底是这个跟歧视完全无关呢、啊，哪有换一个字？黑人，其实要猜 racist 比较好。对啊，伊索比亚的国王哎、欸，什么 black man？ 对，伊索比亚国王不尊重啊，小黑人，那是灰的啦，人，这是灰人呐，这是黑人烧成灰啊，很简单哎，咋啦？这是谁的？你猜什么？为什么是飞机？飞机，飞机，哎，是飞机哎，拜托，新天盖，然后拆成飞机，太可爱了吧！天哪，这个也太简陋了，飞机，拆成飞机啦！天哪，天哪，艾迪，我原本想要说这是霸凌还是什么？大棒，大棒，果然是大棒，果然是大棒，蛮新出的啦。我一开始还不知道是什么、哦、是船呢、欸，哇，真的是 Starbuck 里面的东西 ，Starbuck 的船呢、欸，就是一艘船，好吧，因为玩的哪知道这是什么啊？我尽力了，猜到 Starbuck 了，猜到了，这是什么？对不起，下一个我这个猜大猜的，中哎，猜成沙拉，是传送器，吹到那个第三颗，第三个谁盖的？啊，我盖的啊。这最好是看得出来啦，这个我看得懂啦、啊，我是不知道这个要怎么看呢、啊？有玩的看得出来啊，没玩都不懂啊。这就是个沙拉 seller 的，所以猜错啊，就沙拉、啊、变成沙拉了，这是我猜的，变沙拉啦，我猜对了，没有错啦，就是 seller 的，很好很好，歪楼啦，至少还是 S 开头的啊。重点是这个星球长得跟那盘沙拉超像，沙拉星球就是跟基山被污染的星球啊，完全就是沙拉，就是沙拉。盖那星球太多余了吧？
欸，我还没看到最后，因为飞船看不懂啊。沙拉，对啊，沙拉，这到底为什么？太快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都变成。完了，一定会变巧克力。欸，真的啊！谢。表达的太完整了。你们才是谢的。谢谢。秒就盖完了。Thank you, 谢。我看到说怎么只有谢，想说哦，那我就变谢。这个谢超方正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里我一定要讲。原本我原本这里是打巧克力，可是粉藤跑过来一直生气，我就把它改回来了。你们全家都是 shit， 你就是 shit， 烂透啦！我觉得画的很棒 ，shit 才越来越大，欸。尤其是第一题，为什么人家猜 shit？ 巧克力画的很棒啊！哇呀！你去找那个猜血，今天我还不杀你！完全没有歪，完全没有歪，有没有？猜的很对啊，一开始歪透啦，到最后都同一个意思啊！哎，欸，整串都是同一个意思，欸，都是。我要巧克力来砍我了，血是一样的意思，嗯。谁猜的？完全没有歪楼，欸，你很强，欸，啊，歪透啦，全歪啦！你也猜血的是囧哥，囧哥。你好棒哦，哥，你好准哦，囧哥你烂透了。今天我盖完这个 shit 以后，观众就叫我盖巧克力。我有看到，烂死了。盖完的时候，他们也叫我把头放在这个上面。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想说，这个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？完全没有歪耶，欸！哎，欸，莫宁物，我还不把你们做炸了？然后歪嘞。莫宁物第一个可爱，这莫宁物盖的也不错啊。第一个超可爱，就弄成那样的。可他的棉被为什么只有盖到上半身，下半身不见了？就是脚胶的地方没有盖啊。啊，很可爱啊！哦，这是脚露出来啊，这是婴儿吧？婴儿怎么会毛鳞乌？我还是想要知道，所以婴儿不行哦。为什么睡觉脚这么开啊？巧克力在玩人家的什么？对，是婴儿啊，婴儿才是这种比例啊。朵朵，我看到这是你放的哦。你在玩什么？这是你放的哦。然后放这个。你在玩什么？不要弄这样。我觉得你们这样不是很好。放这个。我怎么会有牛奶？他喷出东西来了。啊！更像。这个是戳破了的意思喽。太细。巧克力的牙签才有办法搓成这样。这是巧克力啊！你啦，哦，还烧起来啊，哦！巧克力。不对，我觉得，等等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才对。星期天是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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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星期天你要表达什么？星期天是什么？星期天可以解释吗？我觉得我们这个 building game 到这边告一段落了。真的要告一段落了。太这样子，这样不行。太可怕了！为什么有箱子？包棺材了，现在找出最小最细的东西，最小最细，白痴，我把要棺材了，啊，还要棺材，大家再见，不要再玩英文的啦，最后都会变超简单的单字，超莫名其妙 ，shit， 是啊，啊，为什么龙珠会变这样？龙珠信天，龙珠，变这样，哎，龙珠为什么就只有一坨啊？今天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你盖这个的那个？我想要盖出星星的形状，可是设计理念是什么？就是龙珠啊！你这是什么啊？你是在盖琥珀吗？看起来像盗版的蛋黄哥啊！你在干嘛？你在狐狸？我在种树啊！没有，你上面有东西挡住了。今天你为什么要盖一个龟卵？用骨粉就可以了。我刚才在想，有点像龟鱼卵。我第一眼看到想说是龟卵吧？什么？啊，白色的拿树树苗，这个要死了啦，哦，超像拿树苗，不要让那个长大啦，来啦这个啦，为什么啦？我们在干嘛？橡树比较好，没有啊，橡树那么北短，还在 morning wood， 林木啦，还在 morning wood， 天哪，是哎，发生什么事了啦？阿七啊，我要关台啦，爸爸啦，要关台了，休息啦，我要关台啦，大家晚安，晚安啦，啊，下个礼拜没有要开台，因为我们要去日本东京七天，哇呼。
要关注星期天的粉丝团，不定期会拜拜啦，拜拜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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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，下礼拜我们会拍很多影片给大家看，拜拜，拜拜拜拜，我们全部都会。